那真是替我们的韩国瑜啊，我替您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可怜呐、啊。开口就说韩国瑜很可怜，高龄79岁的国民党大佬林丰镇当了韩国瑜顾问团总团长，为了拉台选情，包括徐立德、徐水德，甚至前上将许立龙三位超过百岁大佬拖着身子都得亲自出动。这场选战一定要把选票集中，要大爆炸出去。 大概就是在3%到5%，这个是各方面非常权威的分析。民调输到30%，韩国瑜大家也不用拉票了，回去好好休息。高韩选票集中，就是因为韩国瑜民调不断探底，党内大佬赶紧搬出来，有些人甚至连走路都有问题。 而名单中甚至连张通荣、刘正宏这些当县长时期争议不断，如今都是韩国瑜的顾问。谢谢。偏偏去年最帮忙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，怎么都不说要帮韩国瑜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怎么支援？谢谢，欢迎我们。都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了。所以他现在已经宣布要挺韩国瑜了吗？谢谢。 吴敦义打迷糊仗，却说不出国民党整合困境是否迎刃而解，就连跟韩国瑜坐在一块也鲜少互动。国民党表面说整合没问题，对选战真要有信心，恐怕也不需要劳动这些大佬劳师动众救韩国瑜了。三立新闻，江文贤、陈彦豪，台北参谋导。